现在民进党做的事情都是以前他们所反对的事情。他们当初怎么去反对国民党，反对所谓的威权国民党，他们现在所在做的事情就是他们当初所反对的任何一件事嘛。不是在标榜那个言论自由吗？那我看不到自由在哪里啊。你只要不是顺从着政府的旨意的话，你新闻你的那个言论自由马上就会 被抹灭掉了。对，还有现在的1450又这么猖獗，那一下就 把你掩盖掉了啊。对啊，每次都讲到郑南榕，郑南榕，郑南榕怎么死的？他们标榜是因为争取100%言论自由死的，那不是白死了吗？啊，每次我都看到电视上在讲说什么有双套标准，双标双标，他不止双标，他好几标啊。我们现在讲双标好像太对他们太客气了。牛腩肉，哦，加一点水稀释一下，不然等一下酱汁太浓了会喷。现在做的这道是那个红酱牛肉，我很赞同韩国瑜讲的啊，莫忘世上苦人多啊，而且这一块是政府很容易忽略到的一群，不止民生吧，很多事情他们都能推就推吧，能够闪就闪吧。你认为青年买不买得起房？这要看买在哪里。我们嘉义大概都买得起，大概都买得起，大概都买得起。欢迎大家来嘉义。好，所以你中天的新闻不错，有很多精辟的见解。因为你们会去检讨执政党啊，那刚好啊，你检讨的执政党那个点，都是我很感兴趣也很想知道的点嘛。红酱蛤蜊吗？啊，等我下哈，你们带手机来。你要不要下载一个这个？我们有一句俗话，你们在不听给我，人尽天命啊。对，我们因为我们很渺小嘛，很多大环境化不是说我们一两个人就可以完成的。对啊，我们就尽我一个做生意的人啊，个小市民啊，能够帮中天多来一个收支户。就多拉一个收支户，按理说真的指望说会对什么大情况啊政局有影响吗？应该是不会啦。我扮好我的角色，就是把这个推广出去，愿意的人下载，然后帮家里的人不会上网的人帮他弄一弄，这样目的就达到了。对，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说中天并没有消失，只是在另外一条舞台上而已啊。